第五波新冠疫情中，八成半以上的死亡个案都是70岁或以上长者，超过七成没有打疫苗。数据显示，接种一剂疫苗已经有保护力，打齐三针，无论是科兴抑或伏必泰，对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有效率都达98%。为方便没有打过新冠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，以及因病或残疾而行动不便的人士打针，政府将于4月底展开全港疫苗到户接种服务，上门为他们接种科兴疫苗，费用全免，打完第一针28日后亦会安排上门打第二针。市民现在可以上网或打电话登记服务，届时外展队将会分区上门为已登记的人士打针。为保护长者，减低他们染疫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，快点帮他们登记，或者经其他途径带他们打针。